放学了，小树蛙和狐狸猫正在一起走回家的路上，两人模仿着最近很红的动画，边走路边嬉笑打闹。看我的！狐狸猫使出瘙痒攻击，怕痒的小树蛙不停地闪躲。突然间，小树蛙的口袋掉出了它的钥匙，而钥匙竟然掉进水沟里了。啊，我的钥匙！小树蛙惨叫，虽然很想将钥匙捡起来，可是水沟盖很重，而且水沟内看起来也很脏。狐狸猫灵机一动，想到一个办法。狐狸猫拿出了一个条形磁铁和一条棉线，并将磁铁绑在棉线上。小树蛙也想起之前课堂上有学过磁铁具有磁性，可以吸引铁、钴、镍等金属，或许狐狸猫可以救回它的钥匙。狐狸猫拿着绑好线的磁铁，成功地吸起了钥匙圈。小树蛙高兴地尖叫，赶紧拿卫生纸包起来，并和狐狸猫一起跑回学校清洗钥匙。小树蛙清洗完钥匙后，很开心地向狐狸猫道谢。还好狐狸猫记得最近课堂上有学到磁铁具有磁性，可以像施展超能力一样吸引像铁这样的金属。狐狸猫很开心能帮到小树蛙，并问小树蛙想不想看这种超巨力的轨迹。小树蛙疑惑地问，超巨力不是肉眼看不见的吗？狐狸猫回答，没错，但我们可以透过铁粉实验观察到磁力线的分布情形哦。做实验之前，狐狸猫想先考考小树蛙，请小树蛙猜看看铁粉会如何分布。荧幕前的你也一起动动脑吧。磁场就是磁铁的磁力可以扩及的空间，而磁力作用的范围就是磁场范围，这个范围是立体的，不只是在一个平面上。狐狸猫先将条形磁铁放在桌上，接着在磁铁上方放置一块透明亚克力板，并将铁粉撒在亚克力板上，再稍微轻敲几下亚克力板，让铁粉悬空再落下，最后将磁铁移开。狐狸猫和小树蛙一起观察实验结果，他们发现在磁铁两极的铁粉较密集，表示这边的磁力较大，磁场较强。相反的，其他较疏松的部分就是磁场比较弱的地方。但透过铁粉实验只能看出磁场强弱，并无法看出磁场的方向。狐狸猫接着在另外一张桌子上摆放磁铁，再放上几个指南针，并随意移动磁铁。小树蛙发现磁针偏转的方向刚好连成一条曲线，便好奇地问狐狸猫，这样的曲线有什么含义吗？狐狸猫表示，这样的曲线称作磁力线，这是由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提出的。磁力线是假想线，可用来描述磁场的强弱和方向。磁力线都是从 N 极出发回到 S 极，再由 S 极经磁铁内部回到 N 极，形成一条封闭的曲线，且任两条磁力线永远不会相交。而磁力线较密集的地方就代表磁场较强。不管是条形磁铁还是 U 型磁铁都是这样哟。我们也可以用指南针来观察 U 型磁铁的磁力线分布情形。狐狸猫也提醒小树蛙，自然课本上其实有磁力线的立体示意图，回家可以复习一下，更能了解条形磁铁和 U 型磁铁磁力线的差异。小树蛙接着问，那要怎么判断磁场方向呢？狐狸猫回答，磁力线的切线方向就是磁场的方向哦，也就是刚刚实验中指南针内的小磁针 N 极所指的方向。为了知道小树蛙会不会判断磁场方向，狐狸猫出了一道题目，请荧幕前的你也一起想一想吧。
小树蛙现在知道怎么判断磁场方向了，不过它有一个疑问，指南针内的磁针就算没有磁铁影响，还是会一直指着南北向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狐狸猫向小树蛙解释，这是因为地球也有磁场，地球磁场就称为地磁，地球表面的磁场方向大致是由地球南方朝向地球北方的，而地球内部则可以想象有一根大磁铁，磁铁的 N 极在地球的南方， S 极在地球的北方，所以指南针 N 极受到地磁影响才会指向北方，因此我们才能透过指南针判断方向。小树蛙听完觉得地球真奇妙，希望狐狸猫之后能和它一起做更多相关的实验。狐狸猫将今天教小树蛙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，磁力线是封闭的平滑曲线，两两不相交，磁力线的疏密程度代表磁场的强度，磁铁两极的磁场最强，磁力线最为密集，磁力线上指南针内的小磁针 N 极所指的方向即为该位置磁场的方向，在磁铁外部由 N 极出发到 S 极，再由 S 极经内部回到 N 极。地表上指南针内的小磁针会指向南北方向，是受到地球磁场的影响，地球的磁场简称为地磁。若假想地球内部有一个巨大的条形磁铁，则在北半球的地磁北极，其磁性为 S 极，而在南半球的地磁南极，其磁性为 N 极。最后，狐狸猫与小树蛙想请你动动脑，思考一下，如果将两块磁铁这样放在一起，磁力线会如何分布呢？试着在纸上画画看吧。